天慈悲，还有普世的弘慈，以及我们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还有我们前人以及各位讲坛师的提拔，让我们呢有这么好的机缘再来研究易经的心法，还有道德的心法。啊，各位前贤，我们有没有觉得啊，在研读易经当中啊，时间过得特别快？哎，书包拿回去了，那怎么两三天之后，哎，又要上课了啊？是不是？然后结果书包都没有动哈、哦，哎，这个是，因为或许是过来人啊，都是这样混了16年，哎，啊，所以就这样混过来的啊。啊，不知各位对我们的哎整个魔方阵啊，不知有没有啊什么问题呢？单数的比较单纯，哎，所以单数很简单，所以一定要把它弄通。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双数了。哎，就是4方阵、8方阵，哇，这个更高纲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第21堂课了啊，也就是魔方阵以及什么，哎，静德修也的关系啊，整个都是在讲说，哎，我们啊研究魔方阵，我们就迷宫，因为魔方阵它很多名词啊，所以呢，人家叫它什么迷宫。啊，所以有人就跟他讲说，各方面的一个名称都有哈、啊。好，哎，我们几次来研究这个魔方阵啊，哎，还没讲之前呢，或许还是惯例的来讲一个小插曲。庄子兰花经当中啊，有一则故事啊，哎，他的故事叫做大用跟小用。为什么或许要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研究整个啊魔方阵的它的皮跟用。哎，如果不比笔的话，没办法拿用。哎，啊，这个笔呢，它可以大用，也可以小用，也可以无所不用，也可以都不用。好、哦，啊，所以我们如何让它发扬光大？这个就是圣人告诫我们的，要哎怎样？哎，显诸人，藏诸用，圣人以此喜心，备藏以密，这种功夫。啊，所以庄子兰花经呢，他这个故事是这样，也就是说，他说有一个村庄，哎，因为呢他们都是打鱼人家，哎，因为在中国大陆啊，哎，冬天的时候啊是受冻受寒受冷啊，所以他们的手啊脚啊都会冻伤，哦，所以很无奈，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没办法去讨食了。结果呢，他们就自己研发一种药物，很好用，专门治什么冻伤的，啊，所以整村的人呢得到这种药呢就很高兴，那种是一种膏药，哎，只要补一补呢，啊，怎样继续打一补鱼啊，都不会被冻伤，哦，所以这样的利益整个村庄的人，哎，那刚好有一天呢，哎，某一国的大将军从那边过去了，他说哇，天气这么寒冷。哎，你们每个人怎么都不怕怎样受伤啊，不怕冻伤啊，哎，啊，他那个什么村长就跟他讲，我们有秘方啊，有一个什么药膏，抹一抹就不怕冻伤了。哇，当啊大将军就很高兴，既然世界上有这么药，哎，是不是可以来割案？哎，村长呢就说啊，这是我们这里的秘宝，哎，不外传的。可是啊，重赏之下，哎，往往都有意外，是不是？哎，那个将军啊，就说村长，不过这样子好了，我100两啊的黄金给你，啊，你就把这个秘方卖给我，哎，啊，你看好不好？哇，在这100两的一个什么引诱之下，村长呢，哎，他说我们如果再怎么抓，再怎么补，都没办法补到那么多钱。哎，然后就真的把它卖给他了。哇，大将军得到这个秘宝之后啊，就很高兴，哎，回国了。回国之后呢，这个大将军啊，就借用了一次的大战争。这一次的战争呢，是非常的什么啊？非常的啊重大，因为失掉了整个可能齐国都会灭亡。哦啊，所以他当场呢要怎样跟秦国啊？来一睹天下，哇！所以齐国呢，在怎么样，在这个非常严重当下，他们非常的谨慎这一次的战争。结果这个大将军啊，哎，就很厉害，
善用这个小药膏，怎么善用它？他做了很多，难道试用的都很好？哎呀，他们就一直等，春天也不打仗，夏天也不出战，秋天也不出了，等到冬天的时候啊，哦，哎，他们好出兵了，肢体已经成熟了，哦，这个人一定有公益心啊，也就是待时而动。汉主这个时候啊，带他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被冻伤。秦国那边的兵马一定不会被冻伤。哦，啊，所以呢，在十二天的一个大寒当下，就怎么样，真正的来出兵了。然后呢，这边的啊，秦国这边呢，叫所有的兵将都抹上这种药膏，哎，啊，大家怎么样都不会被冻伤。然后呢，一急呢就把秦国灭亡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将军呐，出战呢一举获胜啊，哇，所以就非常的高兴。回来的时候，大将军哎，那个皇帝啊，非常的赏赐他，就会特别把他晋升为什么宰相。所以你看看，一个小小的药膏，在一个村庄里面可以利益这些村庄的人民而已，哎，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利益整个国家天下之人。哦，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小用跟一个大用？哎啊，所以我们今天哎，人人平等，国家平等，圣人没有比较多，凡夫没有比较少。哎啊，我们都知道，以前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很难。青阳起，红阳起，都没办法来了悟这种道理。唯有呢，现在白阳起啊，三朝普渡，哎，三朝普渡之后啊，现在要办大收敛、大普渡了，啊，然后呢，就把这个至尊智慧的大道，哎，它的本体已经呢，借用了很多的经典，借用了易经的一个魔方阵，借用的啊，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哎。啊，九九方四图，所有的哲理的通通在显出这个东西，哦，啊，也受临时一指点之后啊，哦，我们聊聊昏迷，哦，原来我们有一个本体，所以这个图呢，就是体用合一图，啊，什么是体？就是中间这个十字架，哎，什么是用？这个双鱼，哎，这个打叉的叫做啊用，啊，所以没有体呢，它就没有办法使用的，啊。以人来讲，体就是我们的自信我，肉体就是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自信我呢，在里面当主当家的话，我们肉体是没办法应用的啊，这是一贯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字呢，是不是像一个米？像不像？就是一个米。所以呢，很多人啊，古代人跟我们讲，一种米啊可以养百种人。哎，所以呢，哎，我们每天都在吃米。对不对？尤其是中国人，每个人啊种米食的啊，哎，可是呢，一种的米呢养出多少种人啊？太多了，有好人，有坏人，有善人，有恶人，有啊各种形式的人，很多很多很多，讲不尽的。所以你看天底下就是这么奥妙，哎，所以呢，就好像我们的本体都是一样的，可是呢，受了什么后天的影响啊？哎，人之初嘛，性本善。哎，过天之后感染之下，哎，这个人会变怎样不知道，所以就变成千奇百怪了。讲简单一点，如果我们生活在什么，哎，会打麻将家庭啊，啊，我们一定会打麻将。如果你出生在那个什么养猪人家，你一定会也会杀猪哦，哦，这是一定的啊，哦。所以一种的鱼养出来的就不一样的啊，哦，所以有千奇百怪的一个什么。啊，个性、脾气、毛病各方面的啊，啊，所以以洛书来讲呢，它可以演出很什么，哎，好几百种，甚至呢千种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一个真理的演化可以演什么，哎，演化万事，一本上万书啊，所以呢，就是由这个体，哎，掌握住之后呢，它把它流露出来呢，是一种用，哎，它用呢就千变万化的。所以体是一个绝对的，它没有相对论。可是药呢，千千万万，太多太多了。哦，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怎样答用当中。我们如果做事相对，进入这个绝对的，就是要明体。没有明这个体呢，就没办法答用。哦，所以我们难得的机会，哎，说到临时一指点啊，明白我们心性的可贵性。然后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来？修道、行道，哎，啊，随道、了道，到最后成道，这个就是要达到达用的作用嘛。
所以不然我们只是自己开悟，不去度化众生，这个叫独善其身。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明了这个体的可贵性了，我们要兼善天下，我们好，天底下的都好，所以这样子才可以真正明理达用，所以天底下的诸佛菩萨通通都是这种理念，不是我去做菩萨了，我就不管你们了，这个不是菩萨，我一定成就回去了，一切事情我都不管了，这个不是圣人。真正的世人是悲怨无穷尽的，他们体悟到这个明体当中啊，他们要赶快来度化众生，就变成哪用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你看整个明体跟达用交写是不是个田字明体就是一个田嘛所以你看心作良田耕不尽所以我们有个本田呢所以佛陀有一次去化缘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就说你们这个什么假菜啦最闲啊想多老鹰对不对到处给人家乞食啊佛陀啊很客气就说你怎么说我很闲呢我其实很忙的呢其实我也在耕田呢你也在耕我也在耕呢你耕的是有形的田我耕的是无形的福田呢就是我们在耕田啊所以田里有草你就赶快去拔或者讲的是这个福田草都是什么贪嗔痴爱恶欲这都是杂草你要赶快把它拔除掉自信佛呢他没有智慧水的时候你要赶快灌他一些智慧水如何灌就是研究什么所有经典这个可以深化我们的智慧水如果没有回报的时候你赶快给他思维呢都行功都了愿这个就是思维了呢所以该拔的就要拔该撕啊该撕的就要撕这样我们的信王啊他才可以越来什么越光明越光明所以的这个田就是心中良田耕不尽这个我们心中的良田永远耕不尽才是不是所以修道没有异业的没有没有什么退休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耕不尽乾卦现龙在田令见大人他说我们心中的大人要去哪里找你要找到这一只龙在田讲得够清楚了吧在这个田所以你看易经就跟我们讲的你如果要找到你心中的本领的话没有在这个心田找是找不到的这个心田藏着什么你就可以见大人了大人就是我们佛跟圣人的一个什么另外一种的尊称的嘛所以这个叫做四正卦也代表什么先后天都不变的先天也是四正卦不变后天也是四正卦不变代表我们的佛性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都入后天的环境也是这样不一样的是什么四一卦开始改变了所以才怎样长城苦海永失真道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三宝的心法就是第一宝我们来看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呢就是怎么样骑牛还在找牛我们都有一个本体可是呢很多人都还在一直找很功德大家我们已经找到了找到之后呢要做什么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好我们来看一下Thank you.
很多呢，很多人呢，还没求道之前呢，都是在找什么自信，所以呢，就是什么啊白啊什么白牛车啊，所以呢啊，佛教很多人呢，很喜欢用这种名词啊来做我们什么本体啊，所以说什么好像已经有自信佛了，还在找自信佛，已经本身就是佛了，还在找佛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刚刚讲一个重点？你找到你的本体的时候，那要怎么修？他说骑着牛回去的，了解吗？我们已经找到了，你要用你的修你的自信嘛，然后就这样回去了，够意思的。我、这个小小故事啊，都很有启发性啊。好，再来呢，这是三宝的第一把，再来就是剪刀，就是那个四仪卦，也代表了用了，所以呢，好像是一把剪刀。该用的时候呢就开，不该用的时候呢就把它合起来啊、所以就好像裁缝一样，这样的剪遍天下啊、所以呢这样达到一个什么达用的一个整理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得到中间的中道，就可以达到大人的境界。所以中间的就是什么无啊、所以呢后面要讲的啊，魔方阵就是今天的体。那个体呢就是五，为什么用五来做代表？你看看它是不是像这样一个网，姓网嘛，对不对？好，体就是姓网嘛，好，这样就是一个这方形啊。好，一个网当中你看画下来是不是变成五了？所以呢以数来讲，五就是我们本体。好，以什么先天八卦来讲，四正卦是我们的本体啊，所以我们呢来了五之一下呢就可以通了。所以中间这个五呢，就是已经讲的神无方，亦无体，就是那个绝对的性王啊，这个是我们的本体啊。所以庄子啊跟我们告诫、他说可得而不可见，可以代天孙，宣化不天之德。所以那种本体的东西啊，它是什么？你可以得，可是呢，也不是真正的得，本来就有了，是强名曰道，所以呢，可以怎样？由此物化来宣化道理的话，这样才是真正的得到啊、它不可见的，无形无相啊，无声无色啊，所以我们没办法见到它的一个本位啊。所以这是南华经啊告诫我们的啊。孟子把它形容什么？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就是说由形上之道到形下之气，形上之道就是那个本体。形下之气就是那个达用、所以他已经把本体跟达用讲得非常的透彻了、所以你看他说形上之道是什么？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就是我们原佛陀的本心，就是什么婴儿之心、赤子之心，那个是无对待的世界了。气之传呢、我们中级班、如果有要开就会研读到这个气之传啊，气质在里面告诫我们啊，他说参入无以变，错中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及其事，遂应天下之象，会变啊，非天下之自变，其实无于此。也就是说，自变，自变就是千变万化的，不是变而已哦，有人变一种，有人变两种，像这个魔方阵，它可以变多少种？2000多种。一个格子就可以变2000多种了、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变哦。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可以让我们达到专一，专一啊！所以很多人学到这个很喜欢呢、像后水有一个师兄弟啊，他学到那个四四方阵哦，你知道吗？他这个本来哦可以做200多种而已，他已经研发到3000种了。他跟后水讲说，他如果呢想不出来的时候啊。他就去那个佛堂那边叩求老母嘛，叩一叩呢，灵感又来又开始写了，哇，他写了啊将近1000种了，他很厉害，他只要写一个，写一种方法哈、然后呢，他就把下面做注解，这个是在找什么，给我们人生是什么启示，他也将近要怎样把它完成一本册，准备要出书了，所以呢，真的啊，看我们如何用它。你可以小用，也可以大用，也可以无所不用，这个就是怎么样啊？我们的魔方阵的威力啊！所以这已经达到什么自变了啊！所以为什么要学到这种这么多东西？因为人
八万四千多种人，所以也要我学习八万四千多种法来应付所有众生的一个心。哎，所以很多人也学到这个来开悟，所以呢他怎样愿意牺牲奉献来怎样护持，这个都是一种方便法门啊。好，我们来看祭祀传又讲，师父君子所居而安者，亦之序曰，所乐而患者，遥知此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相而忘其辞，动则观其变而忘其章，是以自天佑之，其无不利也。啊，所以这个呢，祭祀传跟我们讲，他说一个正人君子呢，居而安者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呢，我们会不安，安心、平安、安稳，哎，这个功夫呢。很多人在家里啊不得安宁啊，哎，跟我讲一句怎样，我太折磨你了，有没有？哎，尤其那个小孩子哈，哎，这两天两三天放假，那个小孩子常常过来一句话，妈妈我告诉你了，哎，好，是不是啊？所以在家里居的时候能够安心安稳啊，所以学到这一道功夫啊，或者啊跟大家讲，如果小孩子他在说无聊的话，你说来我们来玩魔方阵，保证他不会无聊啊。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方便法门。所以啊，一个正人君子呢，他怎样义之序也啊？哦，他啊所安之呢，就是《易经》的序卦传，《易经》序卦传知道吧？乾坤屯卯虚送师啊，那把它排起来的这个序卦传，所乐而患者，遥知此也啊！哎，一个独立者呢，要用玩的心态来玩，玩什么？望直、遥直、患直、向直，所以遥知此也啊。哎，啊，怎么玩？我所以跟大家讲说，三十卦我就要回所什么进卦，八象辞，君子自招灵等，会不会玩？待十日以后一定会玩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初级班而已啊，慢慢来啊。所以圣人就是这样玩其辞的啊。是故君子居则观其相而忘其辞，动则观其变而忘其章啊。所以他圣人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有这种境界的话，可以忘其始、忘其章，哎，千变万化的时候，是以自天佑之，其无力，代表你的境界已经够，上天一定怎么样，又就是会佑助你、保佑你、辅助你啊。所以这个，哎，上天也就是要你有这种的能力、这种的智慧、这种的妙慧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哈。好，再来就要跟各位介绍了，叫做四师方阵，这样一个图呢叫做双鱼阵，哎，双鱼阵啊，它往复之大，为什么？因为它从开始然后到过来，然后过了之后它又回来了，所以一往一复，所以叫做往复之大，它可以演256种不止啊，它还可以千变万化啊，啊，所以加起来的纵横显通通要34，这是一种原理原则啊，所以我们来玩玩看。哎，起初这个有两种哈，这个是双鱼阵这样子的，开这种门。啊，为什么要玩这个？这个叫做生门，这个地方叫生门。如果它是面向这样子呢，这边是生门，了解哈？所以我们门有八个点啊，八卦它有八个面嘛，所以我们要看是开哪个生门。哎，啊，所以八个面只有一个生门，所以当时为什么啊？孔明诸葛亮，哎，石头排一排，然后呢，那个什么人进去啊，就没办法出来，因为他找不到生门，哎，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随起这一套功夫啊，啊，更让我们呢更有智慧，所以有可能是这边，有可能是这边，有可能是什么啊？西南、东北都有可能，啊，看我们怎么来演化它。好，那，啊，这个怎么玩呢？跟上次差不多，可是要多一个口诀，叫做炮打河山，了解哈？就好像如果说一在这里，是不是？然后呢，二，哎，马走谁嘛？一二哈，二就在这里。三的时候就不能继续爬了，要炮打河山，所以二呢，三的时候就跳到这里来了。炮打河山，了解吗？我们下棋的人就知道，他一定要中间有一个棋，然后跳过去就要炮打河山啊。好。所以中间有一个挡住他了，他就跑过来了啊，然后呢又是马走贼下来了，这样是不是化解刚好是一个门？所以这里就是哎，北方就是生门啊。按照我回去呢，你看是在这里
五就在三的上面，这是一种沿沿着，因为刚刚讲说往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就怎么回去嘛，哦，它是一二三四这么来的，然后回去五六七八都在刚刚它那个什么数的上面呢，一直写下去，这样就是怎样双鱼阵。为什么叫双鱼阵？你看两只鱼在这里嘛，有没有？啊，叫双鱼阵。那这个呢，叫做双叠阵，啊，双叠阵哈，这个，啊，双叠阵怎么样？等一下再看，这个等一下也会用到。为什么？它完全刚好是一个八字形的，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它一在这里，二就跑在这里了。那其实它很简单，只是二跟三互换而已，啊，其他都不变。啊，所以你看看，那就这样。所以可是呢，三跟六一定要一组，七跟二一定要一组，八跟一一组，四跟五都是一组，啊，可以哈，哎，然后这两个鱼啊，两个双鱼阵找到了，然后你怎么去找到九？就是这里的什么九宫格找出来，有没有看到？就是八在这里，你就要找八的这个角对角的九宫格，就是八对过去，就是九在这里。九都是这样找的，啊，后水等一下会连两次啊，我们就清楚了哈。啊，九之后呢，它就怎么样？马走斜啊，就是在这里，报告十三、十一在这里，马走斜十二在这里，然后往不知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哎，所以它的总数加起来多少？三十四，纵横斜啊，啊，纵横斜都冲要三十四啊，了解哈？我们来玩一次，我们就知道哈。它也可以怎么样？在三十四当啊，一到十六随便人家一点，哎，我说五在哪里，他们就开始算，这个也可以，哦啊，可是呢，这个跟单数的不一样，单数的很简单，就一直往上上冲，一直冲，一直冲，就这样子的。这个你还动脑筋，我要布什么局？哎，我是要往前的呀，是配合呢，还是怎么闪？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啊。啊，我们刚啊来玩一次刚刚讲这个哲理哈。也就是说，一在这里的话，它是马走斜，二就在这里了，是不是？然后炮打和三，哎，三在这里，然后又下来，哎，马走斜，四就在这里，这样没问题吧？是不是它开一个鱼啊双鱼阵的门了？啊，来之后就要回去，就好像我们从西方极乐世界来，来到这里，你要迷失中途，要赶快回去，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四是不在五，哎呦。七八，哎，这样是不是刚好两组的？这个没问题吧？啊，你会发现这样一组哈、哦，就是九九九九，这样就对。如果不是九的话，有问题了，代表你的啊，我们算错了啊。好，我们已经找到这什么双鱼阵出来了，你怎么找到它的九？就是你要找到它的九宫，有没有？九宫找出来，这个是不是九宫？哎。这里一个九宫的八的角的九宫，好，九就在这里，就是八的对角线，了解吗？好，九在这里是马走斜，马走斜，如果你用这一点的话，炮打河山，然后就没办法玩了，就是跑出去了，所以就不能，所以是不是一定要九在这里，然后哎马走斜，十一定要在这里，为什么他还要一次的炮打河山呢？啊，了解吗？哎。然后十一就在这里啊，他来到了，你看马走斜，十二就在这里，哎，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吧？因为他以单数的不好玩，就是他一定要你要动脑筋，我要往左，要往上，往下，你要考虑很清楚啊！啊，如果一步举错的话，那就完蛋了啊！好，啊，所以九十、十一、十二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这里是不是也走这样子的啊？所以他就开这个。啊，师门就是开在那边的，好，那十二呢？我不知道，九十、十一、十二，来，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它的原则就是怎样？一组一定要二十五，有没有看到？十一、十四、二十五，十、十五、二十五，九、十六、二十五，所以就是下半部的一个运转，就是整个都是要二十五，第一次呢都是要九，哎。所以它刚好会有四个组而已，啊，那应该没问题吧？有没有问题？五上三啊，哎，这样都变成正大脸的动物哎，这个哦，要双鱼阵跟双叠阵哦，要结合起来，哦，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是最难的，好、哦，这里最糟糕的，好、哦，好，我们再玩一次哈、哦，嗯，我们请个浅显来点，好来，这位浅显这边，哎，我们一到十六，你随便一个点，按、啊、一个格子，好不好？你喜欢在哪个格子按、啊、几号？三。哎，在第三格啊，这个按它是几号？一到十六而已。一啊一哦，你太慈悲了，因为一最好做的，知道吗？如果你又有五的话哈，我们改一下五啦，因为太好做的哈，哎，没办法把我嘴实力哈显露出来哈，哎，不是啊，开玩笑哈，因为或者要跟大家讲说如何来算，如果你又用一又不用算的啊，然后所以呢，互啊，大家互相雷轰相过的时候，就是我考考你，你考考我的时候，就不用客气。甚至十六都可以跟他讲，十五都可以跟他讲，无妨啊！啊，我们怎么来看呢？哎，就是如果是五的话，我们怎么玩？这就要动脑筋了哦。哎，因为我们要去想，哎，一二三四一组，对不对？哎，啊，然后五是不是在这里？啊，他现在是五在那里呢，怎么办？哎，你用小的把它倒过来，五跟四是不是一定一组？啊，所以四一定在这里嘛，对不对？好，啊，四找到了，哎，是不是要跑老二在四跟哎什么呀？四跟三是不是要马走谁？所以四在这里，哎，马走谁？三应该是在这里，是不是？就是往前推，往后推，你要有那种功力啊，哎，啊，三到三是不是跟二是怎样跑老二在？二是马走谁？是不是这里一组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哎。啊，然后是不是六五六在这里，七在这里，八在这里？啊，是不是整个组都出来了？啊，每个组都是怎样九？啊，然后八在这里，刚刚讲说我们要找到它的哎九，就是九勾出来，八在这里，它的对角线就在这里，九就在这里，了解哈？啊，你说八在这里呢，九就在这里呢，它的对角线，了解哈？啊，就是不管它在哪一个。它的九宫的对角线那一个就是九，啊，好，九找到了，往上升不可能啊，因为上面没有呢，所以一定要往下降。所以你看马走谁，这个不行，为什么？它跳过去的话就没办法上去了。看不？啊啊，不错哈，哎，它一定在这里嘛哈，哎，马走谁要跳过来，十一，哎，跳过来，十二，怎么样？哎，啊，然后往后知道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就这样。那就单单的啊，太简单了哈、哦。哎，等一下玩一玩。如果不会的话哈、哦，请教我们的辅导人员，他会给我们做最好的一个什么启示哈、哦。哎，这个叫做什么？世事魔方阵，可以玩200多种。哎，它、啊、真的很好玩。你们觉得怎么这么天啊，这么奥妙？啊，就好像人生呐、啊，哎，你要自己有点什么？有一个国门，上天呢，不管怎么考验我们，他绝对不会把所有的生门都关掉，不会的。哎，上天有好胜之德，一定会怎么样？他把我们所有门都关掉，一定会留一个生门给我们，你放心好了。哎，来讲什么？天无转晴之中，就是这样。啊，只是那个生门在哪里？你要自己去找啊，是不是？啊、哦，不要再来怨天尤人啊！啊、哦，不要再那样捶胸顿足啊！那无妨，哎，那个帮不了什么忙的。唯有赶快用你的妙智慧找到你的生门，这个就对了啊、哦！好，那、啊、这个就是世事方阵，应该以各位的水准跟智慧，这个应该没什么了哈。啊，那、啊、这个可以一直玩，一到十六，这样一到十六一个通通可以玩，哎，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啊，啊，慢慢来推。这个哎，魔王阵啊，他有一首诗啊，他说：“世事如棋动局中啊，三才查理古今同啊，因时利导风云变，处境啊什么权衡爱恶功啊，卦理三成人事定，心灵七巧化彩功，运筹利子利益的需求正，待时三元已贯通。”哎，所以你看看我们在玩这个，一定要一气呵成。哎，叫做一贯通。哎，你现在看或者在玩嘛，好像有点难，其实很简单的。哎，世事方阵啊，你只要拿到那个诀窍的话，速度哈、啊、都比那个什么五五方阵、七七方阵、九九方阵还要快。
因为呢那些花灯比较多，哦，啊这个呢，光格比较少，而且很快。你只要把一组找回来，找过去五六七八就水出来了，是不是？第二个就是把酒找出来，把它挖出来，第二个又往不知道又把它写出来了，非常非常的快，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玩这个都在比赛，看谁的速度哈，哦，比较快哈，哦，好，啊，就是这样子玩哈，哦，好，我们再来看八日连行阵，也叫做双叠阵啊，这个有两种名字，为什么叫做八日连行阵？因为它看起来像一只八嘛，哦，它也像两只蝴蝶在那里挥舞吧，啊，哦，所以叫做啊双叠阵。它叫做什么？八八方阵。什么叫八八方阵？就是你直的要八个，横的要八个，啊，哦，所以叫八八方阵。它可以演4069种，哎，如果你有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哦，或者建议你，哎，不要睡觉起来玩这个，哎，你别装喝口呢，哎，试试看。因为反正躺在那里也睡不着觉嘛，对不对？还得管一晚，哎，甚至可以开的，不一定啊，哦，啊，所以这是非常好。它的总式呢，要怎么样？260，也就是纵横斜，不管怎么加，纵横斜通通要260啊，哦，这个是它的一个原理原则。好，怎么玩？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哈，哦，哎，有电脑真的很好，你知道吗？哦，方便多了，我所以要讲的比较清楚。好，哦，你看，哎，它呢要双鱼阵跟双蝶阵两个复合起来。好，哦，好，我所以先讲哦。你看一是不是在这里？这个也可以从啊8864，你随便请人家一点说哦，我从哪里50开始拿一个，也可以这样玩啊。哦，可是那个功力要很强，哎，你的心算要很强哦，不然的话就没办法演出来。好，我们用最简单的，如果一在这里的话，哎，然后呢二就在这里了。为什么？它是双鱼，哎，就是用怎样双蝶阵，就是这个四角形用双蝶阵，哈，这个四角形用双蝶阵，然后呢这个大圆这个大花形用双鱼阵，啊，看一下就知道。你看一呢就是跑，啊，刚好它是一个八字形嘛，哎，它的二三，哎，它是这样子的，四。哎，它是不是像一个什么双蝶阵的，像一个八嘛？好，了解哈。然后呢，它就整个大题用双鱼阵，啊，所以它就这个跑来这里了。所以电脑太好了，还可以分颜色，还可以做这个动作哈。五，四代表结束的时候，五一定要在这里，了解哈。你不能在下面，就是你在哪里结束，就是一个四格而已，四在这里结束。它也在这四个当中开始，啊，哦，它是往上，这里就要往下，然后又一个什么，哎，双，哎，双叠阵，啊，哦，7678，啊，哦，哎，它就变成同样的。它有一个原理原则哦，如果你口要开这一边，通通开这一边，了解啊？你不能说我喜欢，我只要我高兴，别人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的，哎。因为哈，哦，孔圣人跟我们讲呐，啊，哎啊，怎么样？一定要有规矩才可以方圆，啊，哦，没有规矩的话，我们要成就回去很难呐，啊，哦，就好像在玩这个魔方阵，啊，哎，有人问我水说，啊，如果一在这里嘞，一在这里也是1234，就是开那边的门的，了解吗？啊，哦，只是或者讲一个而已。好，八在这里，把这个四方形移过来这里，九就在这里了，好，哦，好。哎，九啊，哦，这个哎，九在这里，9、10、11、12，就到这样子了。然后呢，它的大型是不是在这里的双鱼阵？哎，13、12在这里结束，所以13就从这里开始啊。13、14、15、16，好，哦，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双叠阵开的门都是同方向的？这样才对，不然的话就错了哦。好，啊，然后它的大题嘞？就是双鱼阵，有没有看得到？啊，哦，只是它一个，就是它一个四角形呢，四个数啊，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数而已，代表着这个一格，把它化作四格，这样就变成864了，啊，哦，就是这么简单，哎，啊，然后呢，就是已经到这里来了，16在这里结束，是不是？然后刚刚这里应该是刚刚的四嘛，啊，然后这里是不是五了？啊，所以我们以数来算，16、17就在这里，17、18、19、20，
哎，然后呢，再往上去，二一、二二、二三、二四，跑过来，炮打二三，啊，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这边，哎，二九、三十、三一、三二，哎，应该没问题啊，这个就会八二哎八八六四四挂的图呢就会了。好，三十二呢，如何找到三十三？就是刚刚八又找到九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找到它的九宫图，只是这里的九宫图是什么？一格就变成四格了，啊，看到吗？啊，他说你看，他三十二在这里，九宫图是在这里，啊，九就在这里，所以三十三、三四、三五、三六，哎，来破的三，哎，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哎，啊，这里跑过来，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哎，马头斜，哎。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哎，然后往路之道四九五十五一五二跑过来，哎，马首斜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二百合三五七五八五九六十马首斜六六六二六三六四刚好八八六十四，还有困难吗？哎，或者再管理师哈，我们就很清楚了，就好像这样子往返而已，好，咱们这个是不是一在这里？哎，对不对？然后一，哎，我们用两种形把它完成的，哎，双鱼阵跟双蝶阵，双蝶阵就是八字形嘛，哈，一、二、三、四，这个没问题，它是这样交叉的嘛，好，可是呢，我们本个题呢，哎，就是你要这一格，然后穿越这一格，哎，就是这一格的，我们看看，啊，就是我们把四四方阵呢放大了，哎，啊，当然了。我们来看，是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就要从这一个开始，你不能从这一个啊，从这个就错了啊。来，五、六、七、八，好，这样子呢，我们又把它啊，炮塔和山这个，哎，啊，这个算完呢，它又下来了，哎，要看得很准哦，不然哈、哦，错误呢，整个都断了啊。好，八在这结束，所以九要从这里开始，九、十、十一、十二。只要在这里结束，十三就在这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哎，是不是刚好是这样子一个啊双鱼阵？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哈，然后呢，它这么来又这么回去，啊，所以十六在这里就是整啊这个就是回去了啊，所以呢，它就你看，十七、哎，十八、十九、二十啊，二十在这结束，所以这个要把它移到这里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把它移到这里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再把它移到这里来。二十九、三十，哎，三十一、三十二，哎，这是三十二这里结束了。好，所以三十二就是八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要把它的九宫找出来，就是九宫在这里。啊，九宫在这里。所以它的直线是不是这个？看出来吗？哦，所以就开始又算了，哎，用彩虹色啊，三十二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个把它移到这里，又从这里开始，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哎哎，然后马首斜在这里，不能在这里呀、啊，就在这里，它跳进这里就没有了，哦，一样的哈，啊，把它拿过来，三十六了嘛，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八的和三，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把它拿过来这边，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哎，这样来，然后又这样回去，哎，按刚刚怎么这么简单哈？往往看啊，四十八来了，他把它往下移，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哎，然后把它移到这里来，是不是？方便？对嘛哈、哦？哎，然后把它移过来，五十，哎，不是五十二，这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好，然后炮塔和三拿过来这边，五十七，哎，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把它又到跳到这里来，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哎，这样就把它完成了。哎，很多人听到这里说，哎、老师，我得想去打卡哈。哎，可以玩玩看，没有挑战性。因为呢，这个完之后啊，它会怎样？
随心我们的专注。只要不管你做什么经典哦，还是随身哈，在学校没办法哈，深入其境啊，就是缺少专注啊，它可以做我们一生专注啊，那太好了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禅师呢会开悟？他专注，他专注在哪里？专注在我们啊性王当中啊。而且呢，他告诫我们怎样，怎么去就怎么回来，一定要懂得这个。而且呢，你看看你每一步是不是都要非常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易经来讲呢，叫什么与无为，要恐惧修行。就好像你从易啊，从地炼啊，地什么地炼，一直修，你要修到64点才会成功。可是你只有一个小格错误，全盘皆输，你知道吗？修道就是这样子嘞。你不要说我马马虎虎啦，随随便便啦，你马虎看看，随便看看，绝对完蛋的。所以我们从第一步踏到64步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恐惧修行啊，不然你看那个什么曾子为什么要怎样？要告诫他的弟子，要非常怎样叫他们的弟子呢？叫如履薄冰啊，非常的恐惧啊，不然的话一步差全盘皆输。我猜这个情感找戏的，对吗？所以这个图啊很有启发性，或者只是点到而已哈。所以其他的就请大家呢来自己度了啊。如果你说一在别的呢，通通不要玩，知道吗？或者只是做一个示范而已啊。我们呢比如说，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一在这里二三四，他就开怎样开这个门啊，就这样子啊，你全部都要像这样子方向哦，你不能说一个开这样一个开这样不行哦，了解哈，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哈，所以这个就是易经的一个规律，叫做八卦方正图，方正图的口诀，悬空悟彻见光明啊，速速圆来易强明，生息相关行自离。形神融合缓天真，一书招式阴阳诀，卦象合成日夜经，无日真经无所有啊，自虚统贯自通明。所以只要我们能贯通，这些用的话，这些用什么来打用的？就是用我们的本体啊。阿摩没有找到我们的本体，没办法打用，这个就是易经的哲理啊。好，我们再来看应用。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来源是来自河图的顺跟逆数，有没有记得？我们是13579421086。刚刚研究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怎么那么简单？只有十个数而已，不简单呐、它画出来就这样子呢。这个还不够我们还可以玩什么？16方阵呢？32方阵呢？64方阵呢？这只是小部分而已呀、所以你看四个数也画出来了，就千变万化了、所以代表了如何去如何回来啊。奇数它是来自于弱师，为什么？因为它到九而已，是不是五四呢它是来自于合土，因为合土是1到10啊，所以它代表了偶事啊。好，应用当中啊，你说我们学这个要做什么？只是我们不会大用而已啊。以前只要懂得易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出名啊。所以你看看，以经师来讲，战国时代有一个鬼谷子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够厉害的吧？他善用这一套研究生死门所以有没有刚刚或者说，哪个生门在哪里，死门在哪里？所以研究这种生死门，所以就可以断人的吉凶所以就可以趋吉避凶，包括善言兵法。所以呢，鬼谷子就是孙膑的一个什么师傅啦、所以你看有一次呢，鬼谷子就是收了孙膑还有庞宽，有没有？然后呢他要收这两个他要测试他们的智慧够不够。鬼谷子就说，来，我坐在洞里面，你们想办法把我请出去，看你们智慧怎么样那个庞宽说，老师很简单啊，我光一把我就把他烧了，你就跑出来了吧。老师说，当然我跑出来不然怎么要被烧死
哎，你还要当我徒弟，就要把我烧死了哦！他就知道这陶官哦，哎，这种人心很，哎，很怎样，很什么邪呀，很炸，哦，他一开始要求过的一种，哦，哎，他可是孙膑哈，他就比较善良的一种，哦，他有方法就很奥妙啊。他说：“老师啊，不可能的啦，哎，天气这么热，哎，啊，你躲在洞里，当然很凉啊，好像在吹冷气呀，对不对？哦。”哎，啊，不然好不好？你出来外面晒太阳，哎，我就想办法把你请进去。哎，师傅说都一样，我在里面，在外面都一样的。然后他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呢，师傅就老师你出来了，哎，他多厉害吧？哎，所以用老师这样这样子嘞，哎，老师说啊，你好一半去啊，哎，啊，所以老师就知道孙膑以后啊，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啊，所以就是这样。哎，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做孙的。说他著作的什么《孙子三篇》啊，孙膑我们都知道，哎，被庞官呢断了两只脚，然后呢，他在这么多的一个恶劣当中，恶劣环境当中啊，他来写什么《孙子兵法》啊，这也是调换的哈，叫《孙子兵法》，就是他著作的哦，所以他都用什么用这些功夫在写，哎，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呢，这个会用的话，或者跟你讲，你治理天下没问题呢。哎，好，啊，你说真的有办法，真的当然是有办法。哎，如果我们用到道中的话，你可以玩这一套，或者跟你讲，这个人安排在哪里，这个人怎么做，那个人啊安排什么职位，你会玩这一套，或者跟你讲，哎，就好像整个佛堂啊，哎，纵横写都260，太和谐了。哎，所以为什么我们道中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就是不和谐？为什么不和谐？只要一个人出状况，整个都垮了，整个都什么不和谐了，哎，所以你看，你不要看我们是一个小人才嘞，哎，不要看我们是一个小螺丝钉嘞，你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比如说，我43跟44把它调换，那完蛋了，整个都什么，哎，都没办法成就了，啊，哦，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同一艘船，所以我们要有什么样，有那个同理心，啊，哦，好。东哎哎什么？东朝有一个李靖，哦，他叫魏国公，他也懂得这套，哎，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哲理哈，哦。好，我们再看皇帝，他写了一本叫做《阴符经》，哎，所以以前的圣人哦，哎，可以说每个人一定研读易经的，哎，如果没有研读易经的话，他们也没办法治理天下，哦，所以后水讲过嘛。要当宰相，没有研读易经，易经不通，对不起，没有资格当宰相。哎，所以就是这样的哦。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晓得的孔明诸葛亮，他排那个八阵图啊，过验啊，因为八阵图排应该是只有一个身份啊，很多人进去都不知道出来了，哎，就困住在这什么八阵图里面的。哎，最近我们最流行的就是刘伯温啊，有没有？哎，每个人都在看刘伯温，哎，啊，所以你看，哎。你现在演这一出戏啊，包哎可以促进我们易经的一个什么哎人家的好奇心。竟然有一个小朋友问后水说：“哦，啊，我要来研究易经，哎，我要像刘伯温那么厉害，对吧？也是有帮助的啊。”哎，啊，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样？就是以前呐，啊，刘伯温呢，哎，就是他之前就有孔明诸葛亮嘛，啊，孔明诸葛亮他的坟墓盖很漂亮，而且很大。所以有一次刘伯温他一个弟子啊，就是说啊，刘师啊，哎，我看你的一个什么演练兵法各方面都比什么样孔明诸葛亮还好啦，可是哦，我去孔明诸葛亮那里看哦，他说写一个很花火的话呢，天下第一军师，哎，天下第一军师应该是怎么样刘公明啊，不应该是孔明诸葛亮啊，哎，刘伯温就说，哎，不用讲那么多，我们去看看就好了，哎，啊，然后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大将军是穿以前的人是不是穿那个啊那么铁甲啦红甲啦啊什么甲的哇很笨重，然后呢他就很鲁莽的就冲进去看了，他说你看看，哎，刘恩师啊，你看谁在上面天下第一军师啊，太夸口了吧，哎，然后他又走一步之后就劈点怎么样被吸铁吸住的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孔明诸葛亮一定算啊算出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一定有人来拆我的招牌，所以呢，他要死之前就请人家怎样安排那个磁铁在那墙壁，
不远的吧。他就在等待这个将军去，啊，将军这个被怎样被吸住了，哎，啊，动弹不得啊。他说刘公啊，啊，怎么办啊，我要怎么下来啊，哎，他看上去刚好有一句话，脱甲解围，不练嘛，那叫他说把他的铁甲脱起来，然后就可以走了，哎，就是要吓吓他而已啊，哎，到这样子呢，刘公会说你看看，哎，到底是 天下第一军师是谁呢，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看我们诸葛亮要归功之前就安排这一部剧在那等他了，哎，过夜吧，啊，当然我们不是要随这个了，哦，哎，我们是要随他的一个什么精华，他的一个什么，啊，哎，他的一个智慧韩信，哎，所以韩信你看他懂得点兵术，最后呢，啊，用十面埋伏，啊，把项羽呢，哎，之围，直到最后他，啊，怎样将，啊，乌江自杀，哎，他无眼见江东父老，所以呢，就投江自杀了。所以韩信怎么有那么大的威力？用这一套，项羽跑到那里，这里又兵马出来；跑到那里，这里兵马又出来；跑到这里，兵马又出来；跑到那里，兵马又出来，够厉害吧？哎，所以我们不会用而已啊，会用的真的就可以把西汉西这么怎样？这哎一代的暴君呢？哎，一代的暴王啊，项羽就把他围困在哎在乌江里，不然没有人可以啊敌过他了。他功夫太厉害了。啊，好，哎，包括我们哎，当时呢在参加那个日战的时候啊，哎，我们自强中队十六架战斗机，为什么那可以那时候可以什么啊？在出而获胜呢？就是用这套功夫，那十六架飞机就排这样子，那，啊，排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变成什么二百多种形式了？所以每架飞机的那个装饰都不一样，哎，你这架是什么？机关枪的，这是雷什么？飞弹的，这是什么炮的？这是什么炮的？每一枪都不一样，所以碰到什么状况变，哦，就是一个魔王就出来了。所以哪一次在前面用什么方法来克敌，然后呢碰到什么状况变，哦，这样子，你看可以变两百多种。所以当时自强中队啊，哦，可以是啊世界上最勇的中队，损失很少。可是呢，把日本啊的一个什么啊的一个啊空军呢打得七晕八路，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他用什么这一套功夫？哎，所以后水为什么刚开始要讲大用小用，不是没有原因的啦。看我们会不会用，会用的话，真的保家卫国啊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啊。好，以数学来讲呢，哎，它有一种快速的，像你看。用数学方法来算就很快的，好，而且是准确的，包括说飞机上很多的罗盘都是用这一套功夫的，电子的计算机也是这一套，电子的回路网，为什么叫做回路网？一二三四嘛，那你把它画起来就好像一个回路网一样，啊，包括我们电脑的什么定义啊，电脑只有零跟一，所以都不离开这个网域，啊，所以呢叫做啊。网路嘛，啊，所以你看这个画起来像不像一个网路？就是这样啊。以科学来讲呢，太空总署啊，哎，那边有安装什么八卦图嘛？你说太空总署怎么会安排一个啊八卦图啊？哎，说来话长，因为以前呢，美国啊太空总署呢在研究，哎，这个就是什么？他们要登陆月球去观看一下，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一直冲，一直冲，没办法冲过去，哎，都很多失败。那，啊，我们看到阿姆斯壮那个已经成功了，之前已经试试飞了好几次了，最后才成功。啊，他怎么成功的？他不是用冲的，他用 S 型的这样飞飞飞，结果让他成功了。所以据说现在的美国太空总署啊，他的地板上就安住了八卦图，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太厉害吧？哎，这已经六千多年的东西了呢，现在我们还在怎样？还在用它，哦，好，啊，以人生来讲啊，哎，《系辞传》跟我们告诉我们说，啊，此腹之躯以求细也，龙身之志以存身也，精力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从德也，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应用在人生，哎，刚刚讲的是军事嘛，啊，我们应用在人生的时候，哎，取腹之躯就是什么？你该生的时候你就生，该屈的时候你就要屈，所以你求细也啊，
龙池之志呢，你存身也啊，该怎样练吐纳时候你就要练吐纳，哎，在守经的时候你就要守经，就好像蛇为什么要卷起来，它在冬眠啊，该冬眠的时候还是要冬眠，这个就是存身的功夫。精啊，精意入神啊，以致用也，可以练什么？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入神的境界，这个可以达到无所不用，叫做自用的境界啊。把它利用起来，哎，修身养性安身，这样子就是崇德的一个什么啊，最好的一个发挥余地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堂课啊，先报告到这里，等一下呢再来继续我们的魔方阵，感谢各位，谢谢。